这种这个做筛选理论上是不是真实的工作，我们要怎么做？对方当时的建议是说，因为大部分的病人他们经过资料统计，这些需要筛选的高危人群，90%的前面的资料都会到医院去做。当时我们说，那你应该把筛选的生死在设备里面，90%都会上，那是清楚的。不是这样，这个工作我们后来还参加了个人政策，因为实际在这中间参与了十多年，发现其实就真的是有些帮忙。因为我们专业，我们以往可能是一个一个病人做，但是这个所谓的这一筛检，还有早期诊断、早期治疗，可能比起我们全科和我们的专业，就会比他们更多。那我们回到这个是。所谓的大地图，刚才在东洋可以看到，事实上癌症不是到各个国家都是平均发展，可以看到重灾区大概是在非洲的某些国家，还有东洋，而且东洋人口密集，所以几乎每十个新诊断癌症病人有八个是在亚洲发生，所以这是我们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。那如果我们台湾自己本土的资料来看，我们台湾每年诊断超出10000的所谓的外来的死亡，肺癌、肝癌、大肠癌还有乳癌，那这四个癌症当年就是病学上的几个比例是非常重要，发生率是很高，新诊断癌症对于个人还有家庭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。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是死亡率，死亡率对于个人、对于家庭、对于社会，这事实上都是。这次就是最近这个情形，它是死亡率来看的，因为大肠癌跟乳癌相对死亡率是比较高，那肺癌还有肝癌是三十，这是比较高的症数。过去的30年来，这个癌症大概就是我们数一数二的所谓致死率最高的癌症。那肝癌，所以肝癌只是我们的最常见的疾病。那当然，我今天的分享说，各位要注意肝病的大家在这个国家。长久的努力之下，已经慢慢透露出一些曙光。所谓的肝病三部曲，就是肝炎发生了，从今年的日子下产生肝炎，然后最后再发生主肝癌。那这个过程中，是最重要的因子就是肝脏不断的慢性发炎。那事实上，我刚讲虽然已经看到曙光，但是肝病在台湾还是一个重大的那个健康问题。那虽然肝癌跟其他的各种症状，它会有很多不同的原因，所以很多某些癌症实际上对病人来讲最大压力，说我身上并没有特别的什么不良的健康习惯，但是为什么就得癌症？但是真正是在肝跟其他癌症可能是有点不一样的。肝癌实际上大部分是有潜在，就是它有一个很明确定义的癌症，80%以上的肝癌病人实际上都是从慢性肝炎来的。那我们看慢性肝炎。病人当有一些是患慢性肝炎，那所以这种跟癌症发生就比较没有关系，像慢性还有慢性肝炎这种是不会慢性肝炎，但是慢性肝炎、急性肝炎还有慢性肝炎，这种会长久在身体里面，在肝脏里面发炎，这个可能就会有造成肝硬化还有肝癌的问题。那这个就是典型的急性肝炎它的扮演的过程。那台湾的大概所谓的。因此，就是它，就是说它是长久，因为我们是一个地方性的疾病，所以包容力非常高。早期只是医生，台湾几乎甚至三个人就有一个人是罹患肝癌。那这个数字大概经过长久努力，现在大概增到15%左右。所以当时带我的妈妈她在生小孩的时候，因为生小孩之后跟小孩有大量的血栓，这个罹患病毒就透过胎盘透过血栓去。就跑到小孩的身上去，所以是一个男子生殖的。那经过了20-30年之后，在7年级就变成了慢性的肝包炎，然后有一些甚至的肝胆出血。那到了在7年级嘛，就变成肝癌。那40岁之后就到肝癌。那肝癌它本身也有死亡率，大概台湾大概目前每年死于肝癌的人1000多，那其中有80多人是死于肝癌。肝癌本身高度致死。所以这些人是真的是社会重症，30岁、40岁，这都是对社会还有对家庭
是到了一般的自然地形，大概就知道怎么做的。第一个就是你地质高，它是不是原子就是高，然后就是地质形成高山脉的其实是历史的，所有的学生，就是说36岁以下的国民，是上个学生的时候接受的比较严格的教育，所以这就影响很大，所以三分之一的人口是比较高的。那到了到了我们这一代，现在大概17岁，但是有打第一针疫苗，36岁以下就是第一针的概率就是5%，而死亡率、肝病的死亡率，当然一代比起的大幅上升，所以这一个是非常大的重症啊，就是也是看到一些体育场、足球场、篮球场，还有体育不一样的一个很多一代的团队，实际上贡献非常大，所以去年这一场比赛的时候。代表国家去感谢他，也很幸运他帮台湾解决了至少很大的程度解决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因为实际上，因为除了在人口少的以外，实际上医院里面就是要帮助一些疾病的比肝的感染，实际上目前已经有很多好的解决方案，实际上可以已经证实可以降低感染的危险率。那吸肝跟鼻肝一样，不过吸肝不是人体所吸的，一般都是一些。早期是出血，还有很早期啊，还有为什么在不是诊所，不是医疗院所急诊，然后针剂上都效果不完全。那这一些感染其他的一个特色是，它的慢性到底有多大概对病人这个事情，它就是执行病程过去之后，就是有接近80%的病人是这样的慢性到底，最后就造成了感染上东西。那针灸以后30天就变成感染化。如果吸肝的治疗在这10年来有长足的进展，早期我们都认为是肝病是没有什么药可以预防，但是预防治疗，不过这渐渐有所改变。现在实行肝炎病毒的药物是叫全免疫，不是控制那个是全免疫，可以把这个病毒完全消除的，已经达到90%以上。这个药费很贵，不过在国家有时段性的来协助做这个事情。那万一呢？或者在我们内省的国民比例里面，还有像第四肝带病的人口还有超过350万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，还是需要照顾他们。那肝硬化这个病程，在所有的各种大器官的病里面，是对病人是相当辛苦的。这就是还有一些比较困难的地方，这个是因为出血会长出血，这个一个食品。可以看到这个食道静脉的转变，他们大部分都是一些存在这个上面的食道的器，这个食道静脉曲张的大部分都是肝硬化的病人，食道静脉的曲张会在食道和胃里面一旦出血，就是这种血淋淋的状况。另外也有出血，就是这个本身也辛苦，但是它还可以治愈，因为这些是跟细菌来讲，所以能很好的培养你，所以它可能会治愈。那当然最怕的就是肝硬化，这是一个造成致命。肝癌，如果前面所说的，它比起其他的癌症来讲，它有潜在80%的病人是比肝细胞，已经知道得病，已经知道自己是到了程序，实际上你要想办法，你可能找到后面的病程的肝硬化甚至肝癌，这有没有筛检工具？实际上是有很多筛检工具，就主要就是测试胚胎蛋白，还有超音波做腹部的肝脏肿胀，这个是一种侵入性的疾病。那肝癌的临床表现，这个虽然有像就是胃痛、发烧啊等等，但是这个都是几十年前，这个病人把病情拖到很严重，才有这些所谓的肝癌的临床表现。但是，一旦病人的病情走到这个地步，实际上以后都非常的不好，所以早期的肝癌。确实分类是这样，所谓抗痛性的肝癌、黄疸性的肝癌，还有这个发烧型的肝癌。但是这种肝癌一生的病人做分类时，最好是知道他的药不同，给的治疗不同，而他有什么病症。实际上，从问症状分类的病人的病都没有是没有是一样的诊断。那肝癌的诊断目前是这些不是他们的诊断标准。有两个属性，它第一个有一个清楚的高危险群，所以符合高
上层有四个以上的那个各位单位上面三个特征，四个以上的平均更大一点，它是特征什么的一个展示上，我们可以从整个历史当中找到这个层诊断吗？像电脑断层有四个诊断吗？以上的电脑断层，电脑断层就是上层的断层，左边这个是动脉小是两边的，还有一个它后面就变低，变成比较黑，就叫做电脑断层。血管的特性，那它是共振器，它一样的东西，那我们可以看它腹部穿过，还有血管是不是在带着特殊的中央血管颜色的影响？那大家都知道什么是我们的脑壁啊，肝脏的脑壁，还有肾脏的脑壁，国家的脑壁是把这个肝脏。就算是现在民众的健康意识比较高，可以在诊断的时候接受这些电子数据的比例还是比较上涨，大概是20%。可以被自信的到不过做三沙呀，或者是像本身的专长有腰椎，实际上有这样子的进步，但是实际上是不能把病人做电子。那当然还有一些可能各位在房间很多病人，他会在不断上涨。